那其实呢，今天我们是很突然的拿着手机，为什么？因为呢，我们现在 on the way 要去看我们想买的狗狗。因为呢，其实这个我们之前都有想过，我们想要买一只宠物狗，考虑了很久。对，考虑了很久，然后我和我老公就一直考虑，一直在商量，因为我们担心我们没有时间好好照顾它嘛。因为其实你养狗就好像养一个宝宝一样，你要很细心的照顾它，你要花时间在它身上。所以呢，到最后我们下定决心了，我们要养这只狗狗，因为真的是太可爱，太可爱了。你看它的照片就在这里，是不是很可爱？所以我们现在直接去看它。其实是有两只的选择，对不对？嗯，一只是带一点灰色的，就是白灰，然后一只是应该是米色，不是白色，非常可爱。我自己本身是很喜欢那只米色的那一只。然后我们现在就是 on the way 要去那边看看，我们到时再选，待会再拜给你们看。好难选哦，你看，我两只都想要，怎么办？那一只也可爱，那一只比较可爱，哪一只比较可爱？这个是公的，这是母的。这个比较小，这个比较大。对，是不是两只都很可爱？嗯，真的很伤脑筋，很想两只都拿。两个都很呆，好、嗯、乖，也很乖。所以我们最后的决定是选了这只，嘿嘿，变成我们的孩子，把它带回去了。嗯，出去玩。你看你买一些松花养娃娃。嗯，因为我们决定选了它回去，但是呢，现在是我们还没有帮它取名字。原本我们是想要选另外一只的白色的，可是看名字不懂了。他现在应该是舍不得离开他朋友，所以他一直哭。Thank you.
乖，很聪明啊。他已经学会每次小便去哪里，去厕所。厕所同一个地方。来，小便。来小便。对，这里就是每次小便的地方。对啊，要小啊。喜欢妈咪还是爸爸？爸爸啊，好你可以来，站站站，爸爸。来，我们一起跑走，我跑又看谁还跟谁。OK， 来，过来这里这里。他比较想跑后面。来，你去那边，我在这里啊。等一下，一起。三、二、一，来，干嘛干嘛？第三天了，其实我觉得他开始已经适应了。第一天呢，我还记得抱回来他就一直哭一直哭，然后一直吵闹一直吵闹，可是呢那第二天之后他就开始已经是慢慢适应了。咦，好可爱，我觉得他还蛮聪明的，因为我们第一天呢叫他坐他就会醒的，你看他一直要下去玩。然后我最喜欢的就是我们要跟他按摩，然后他直接可以躺在我们的脚上睡觉，是不是很可爱？非常可爱。来，豆豆跟大家打招呼，打招呼。可是我就是不晓得有一个很奇怪，他的反应就是他很喜欢咬我，他反而不会咬我老公。哎，他就我什么都咬，我的衣服也咬，我的裤子也咬，然后我的手也是咬。不晓得为什么他会这样子，他到底是要跟我玩呢、啊？他是要叫我跟他一起玩呢、啊，还是什么原因？他应该懂，他应该比较爱你，因为他要咬你。他咬我叫比较爱吗？我是比较严一点嘛，因为我很宠他。对啦，他最喜欢这样子的，你看。然后我们现在最主要的就是要教他要去洗手间大小便，因为他现在还不太会，他还是有时候会在洗手间，有时候会在厨房这样子，他都会闻到他的味道，所以现在最主要是要教他去洗手间上大号。然后呢还有就是之后呢也要教他、握手 hand hand 这样子，因为他现在会 sick 了、啊、乖乖乖啊。怎么他身体有一个红色的东西？哦，是你的指甲，我的指甲。我以为你。嗨，豆豆跟奶奶。豆豆。Hello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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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ello
好啦，如果大家喜欢我们这个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分享、订阅，然后还有告诉我原因，为什么他一直要咬我，就是不是那种很大力的咬，他只是很轻的那种，但是他是一直要咬我的手就对了。看到你头发、衣服、鞋子，看到我头发、衣服、鞋子，什么都咬就对了，是什么原因呢？如果你懂的话，在下面留言，好不好？我也爱豆豆。记得哦，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拜拜！还有 follow 我们的 IG， 拜拜！豆豆讲拜拜，拜拜拜拜拜拜，豆豆 kiss 你们，嗯啊。